保青春是每个女人的心愿，但岁月是把杀猪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肌肤越来越暗沉，不知不觉就成了别人口中的黄脸婆。但时间对有些人仿佛格外偏爱，他们虽然过了少女的年纪，却有着和少女一样的年轻容颜，依旧胶原蛋白满满，令人羡慕。说到这里，艾美姐第一个想到的是86年的少女蜜，杨幂已经是孩子妈了，但仍旧少女感满满。白皙无瑕的肌肤让人无法相信，这是一个30加的女人。孙俪也是娱乐圈中白到发光的女星，她注重美白和防晒，素颜出镜也是美的没话说，是辣妈界名副其实的少女。看来想要保持少女感，肌肤白皙的确很重要。42岁的李小展被誉为合影杀手，就是因为她通体白雪，充满了年轻的感觉。在超模圈，美的标准更加多元，但拥有雪白肌肤的模特还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。何穗作为中国古典美的超模就是如此，她走到哪里仿佛自带反光板，让人不得不被她的仙气所折服。这一切都和她的白皮肤有着很大关系。所以啊，小伙伴们想要拥有少女感，一定不能忘了美白哦。今天艾美姐就把欧西丽家新上市的美白好物送给你，那就是乔欣小姐姐也在 PICK 的奇丽真美亮白焕肌精华露。欧奇丽真美亮白焕肌精华露结合那可以温和的软化角质层，促进细胞更新作用的甘醇酸，有助均匀肤色的白牡丹萃取物以及令肌肤保湿舒缓的有机葡萄水。临床实验结果证实 91% 有助减淡色斑，均匀肤色及紧致毛孔， 82% 令肌肤更显亮泽。配合欧奇丽真美亮白精华液使用，能于源头重塑润白透亮肌肤，适用人群适合任何肌肤，特别是肤色暗染、老年斑、痤疮或者孕妇斑等困扰肌肤。适用产品欧奇丽真美亮白精华露320元，150毫升适用规格，旅行装共20份，获奖名单将于8月27日公布如何申请试用。一、加入疯狂时尚官网微信 FASHIONIFEND。 二、进入疯狂时尚微信主页面，点击变美，选择大牌试用，填写信息即可获得的欧缇丽真美亮白精华露。如图，如何查询获奖名单？进入疯狂时尚微信主页面，点击变美，选择大牌试用，在已结束活动中查看获奖名单。如图 ，Fan 的免责声明：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